那么接下来呢，这位依然是来自于哈尔滨代表队的选手王佳磊，在表演自由滑当中他是获得了一枚铜牌，他的教练是傅彩书。哈尔滨代表队的选手王佳磊，那么在之前的表演自由滑当中呢是获得一枚铜牌，但是刚才的短节目，也就是能够产生这次女单项目第二块金牌的项目上呢，她的发挥显然呢没有之前那么好了。对，可能这个小姑娘想法多了哈，所以无形当中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么第一个连跳的时候很轻松就做了一个两周，而且在这个是应该是两周半的时候有失误了，所以这个整套动作对于这个短节目来讲失败两个跳跃动作，这个还是失误很大的。在这次的表演自由滑当中呢，同样是来自于哈尔滨队，他的队友张可欣呢出现失误，但是呢张可欣其实是一个自己本身实力非常强的选手，所以一直比到现在他都是排名第一位的。相反倒是王佳磊今天的表现就没有昨天的表演自由滑那么动作完成的成功率那么高。对，这个是萨克三周做了一个连跳连两周，这个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一个是单跳的户外结环三周，他做了一个两周。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旋转呢也叫圈状旋转，来看看阿克塞尔跳，
这个是阿克塞尔两周直接在空中转了一圈半就打开了，没有继续旋转。有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是运动员自己胆怯了，其实在技术上并没有什么大的不足，那么自己胆怯了呢，就在半空中就不继续旋转了。技术分20.54，前面那个分20.92，这样呢，他的这套短节目成绩就是41.46，目前呢就已经排到了第四名。在他之后还有两位选手要上场。